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的和平卫视中文台学者访谈栏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跟随我们几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有关于学生求知者在寻求知识的这条道路当中所应当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赵红，我想有一个问题啊，学生他们在进入学校最初可能就是抱着一种功利心走进学校的，比如说有些学生去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或者走进一些技校啊，或者说学习某一种这个专业，他可能就是想着我把这种专业学到手以后，我将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出路，获得什么样的报酬，回报是什么，得到一份优厚的报酬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得到什么样，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您怎么看学生这种求知的心态呢？作为我们一名学生，这个我们已经讲到了他的礼节当中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就是立业，就是举义必须要端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我们的一名学生的话，还要忌讳一点，就是忌讳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学习整个过程的话是来洗涤我们的心灵，净化我们的心灵，以美德建设我们的心灵，而千万不能为了学习有很高的学历来作为一种赚取钱财好为人师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那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一些国民教育当中的一部分学生，他的学历很高，但是他的犯罪率很高，因为他的道德很差，就是他的学历已经学上去了，但是他的道德为什么低下？因为他的目的不端正，他没有一种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这样的而学习。就正如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多么大的一种目标，而且很伟大的一种目标。所以这样的一种力量来动力的话，来驱使自己必须要好好学习，然后为了整个国家的一种前途，为了整个国家的一种命运。所以伊斯兰教同样如此，我们的先知索拉拉胡林斯来告诉我们，谁为了好为人师，也喜欢这个成为众人的老大，我们说的当老大而去学习的话，那么安拉斯帕哈努特拉将会使他成为是胡为当中最卑贱的居民。所以我们的先知索拉拉胡林斯来还有声明，在胡语当中点燃胡语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蚂蚁学者，而火狱当中的火焰点燃的第一个人就是学者，并非是他点燃以后的话让那些文盲的话进去，而是说明他首先进入火狱。说这些方面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知识，没有把他的一种目的而明确，他是一种功利主义。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古兰经有明文，你们不要以一种些微的一些代价去换取我为主的一种吉祥。这些古兰经的话是指用一些顿腰上的一些很少的代价，以古兰经作为一种摇钱树。我们的陈克里阿訇的话，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当中，拉哈姆洪拉愿阿拉赐名他陈克里阿訇，在这本书当中的话就记载写过这样的一个论述，说这个学者们的话以古兰经作为一种摇钱树，虽然他的古兰经很熟，而且拿一件能够头头是道，但他并不知道古兰经给他带来什么，那很糟糕的人这样子。所以这个作为一名学生的话，还有这一点我认为应该要谨防。如果是把这一个功利主义拿掉的话，他就是一个纯纯的一个为人民为教门而读书的人，而念经的人。对，就好像赵老师所说的，对于一个学子，我们首先学到知识的首要任务是垂洁自己的内心，然后是不图今世的回赐，不图今世的一些利益。我记得我们中国有一位穆斯林学者，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内涵的话，他说当别人选择浮华的时候，我选择了伊斯兰。通过这个学者这种话，他所要教育我们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子，我们不应该要求或者说图太多的利益，我们首先要完善的是我们自己，通过知识来净化我们的内心。所以说这才是一个学子要做的一
首先要做的一点事情。你看，我们大家都喜欢读历史，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圣训学家，伊玛目布哈里，他曾经就因为拒绝一些权位，拒绝一些浮华的生活、浮华的权利，而被别人游监示众，押起来游监示众，就好像我们古代那个关在那个押车上，然后就游监示众。那么同样，我们的大伊玛目阿布哈尼法，他也曾经因为拒绝一些私利而被人们鞭刑，而让人们用鞭来击打他。所以说这些学者、这些先辈，他们就是用这些例子在教育我们后人，学习的人或者学者不应该苟求太多的利益，应当专心学习知识，然后报效自己的教门，报效自己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那么也是求知者的这个目的就是净化心灵。那么也就是说，知识那么是来自于安拉，它是一个很高尚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要把这种高尚的东西把它局限起来。那么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的这种眼光的话把它放远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学这个知识或者说掌握这个知识，我们所需要的是后世的这种享受，安拉给予的这种享受，我们需要的是这样，而不是图今世的这种短暂的生活。甚至萨拉斯里也说了，对于这个今世来说，你只是一个陌生人。那么什么是陌生人？那么就像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陌生人一样，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回到我们家，只是一个过客。对，只是一个过客。所以说就是我们应当把这个眼光把它放远一点，不能只局限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利益。对，虽然说古话讲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那读书的目的我们却不能把它定位于啊，我要得到美好的这种丰厚的回报，现实生活当中这些金钱啊，这些房子车子等等，所有的得到这样的一些物质上的一些满足，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为了获得伟大真主的喜悦。然后呢，自己把所有的那些私心杂念放在一边，因为所有的一切来自于伟大的真主。就像安拉的使者在圣训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娘胎里头，母亲的肚腹当中，那个重重黑暗的子宫里，在四个月的时候已经被安拉派遣的天使定写了他一生的给养。你这一生用多少，所有的享受的给养都已经定好了。那么在你来到这个城市之后，你的整个人生当中所获得到的那些物质财富，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定好了，你只是按时的去领取而已。就像我们说，我们在银行里存了1000块钱的人，你不会从中取出10000块钱。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就应当在我们踏上求知这条道路的开端，就把我们的目标定位在寻求伟大真主的喜悦。那么我们在今后的这个求知道路当中，可能才会得到安拉的相助，安拉会把有利于我们的知识赐予我们，提升我们的品级，并且让我们在今世得到满足，在后世获得成功，是这样吗？对，这个像这一方面的话，作为一个学生的话，你的学习动机如果是为了增强后生，以人比美，好为人师，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先知算的老汉算了嘛，早在1400年前的话，就给这样的四等人判了死刑。说在复活日的话，那个有四等人的话，安拉斯巴哈努他来亲自过问，亲自审问。第一等人的话就是学者，学者，对，这个安拉斯巴哈努他来让天使们把他带来，然后也让学者看到了他应该享有的这样的天堂里边的一切的恩典，所以导致了。他虽然付出了毕生的知识也好，财力也好，甚至生命也好，但最终却没有在后世得到终极的成功，终极的回报，而他的回报仅仅是留在了今世当中，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所以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端正我们求知的目的，是我们学生
获得成功的关键。好，时间关系，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跟随我们走进我们的访谈室。赵浩，你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学生在求职过程当中所应当具备的一些品质，那么这些品质决定了这个学生最终能否成功。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的讨论当中啊，我想问一些有关于学生对于求职所应当注意的一些事项，您认为学生在求职的这个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对了，这个就上一讲我们已经讲到了，谈到了，就是作为学生的话，我们的学习目的要端庄，要端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国民学生，你读书你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不变的定力，就永远不变的定力。如果你不为人民服务的话，你是一个医生，你读上医学院毕业了当上名医生的话，那你是个骗子医生。如果你当上了、对了，如果你是读行政方面的，那当上了行政官员，那你是一个不公正的官员，很可怕。所以如果是我们伊斯兰教方面的学生的话，如果你的孽体举意不端正的不端庄的话，那当毕业以后的话，那你也就成为我们上一讲里边所讲到的活语里边，虽然你是在古兰经哈迪斯当中非常羡慕的这样的一种人，但是你有其名而没有其职。我们都说我们要做一个可用的人才，这个是人才，可能很多人都是人才，他都有才，但是这个才却不可用，因为他无德，因为他的内在品质有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把这样一个人才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的话，可能他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只会起到消极的作用，所以说才会是不会建设而只会破坏，所以说才会提到的德才兼备，德才兼备，德在先，德在先，对对，是这样。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说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学生应该忌讳的，就好为人师赚取钱财这一方面，不是为了让那个大量的去敛财，或者大量的让那个人中的最富有的人学知识，为了让那个成为最富有的人，或者让那个学知识成为让那个人们当中的佼佼那个最高的行政官员，但是你并没有履行他的责任，那这种学习的话，我们说学而不识，华而不实。作为一名学生的话，我们还要清楚，就是除了哈那个不要读书，或者是我们的学习任何一门知识，不要为了赚取钱财、敛财，或者成为好为人师，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永远不更变。只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我们的知识文化才会把我们的道德，才会把我们的心灵的话完全的美化。说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有一点看法，也作为一名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些礼节当中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要少吃少饮，而且要 少吃少饮吃合法的食物，吃海料里的食物，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做家长的都一般都是给孩子说啊，吃好喝好啊，多吃点，吃饭的时候多吃点，多喝一点。对，为什么您说要让学生少吃少饮？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哲理吗？所以少吃少饮是合法的食物，这一点的话，我们的伊斯兰教，我们的先知索拉拉文斯兰教导我们，那个我们的肚子三分之一食物，三分之一的饮料，三分之一的留下空余的，也就是说他那个少吃。今天的医学已经发现，我们暴食暴饮会导致我们的思想愚钝，所以我们伊斯兰教特别伟大。是这样，食物吃得过饱会导致我们这个肠胃占用了我们大量的血液，那么这个时候大脑就会供血不足，所以导致人昏昏欲睡。对啊，这个中国一句古话叫饱暖思淫嘛。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思想一些思考一些哈那个更高尚的一些智慧道德啊，智慧啊，这样的话这个吃饱了穿暖了，吃饱了喝足了，这样的它的就保暖适应导致，对，会懒散。所以要吃合法的食物，有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个根本。对对，因为安拉苏巴哈诺泰勒造物主安拉苏巴哈诺泰勒不喜悦，那个不喜悦将吃食的话给予一个
满是哈拉姆非法食物的这样的杜甫，说非法和食物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不可能容纳进造物主安拉苏巴哈努特拉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的哈那个香臭不可能并存，这一点不能并存。所以我们大家看在我们的圣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哈迪斯，安拉的使者算了闹了神的传述，有一个人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千里迢迢，一心为了取安拉的喜悦，到了天房买家，然后把两手伸得高高的 Lambaik 要 Lambaik， 说主啊，我响应的号召来了，响应的号召来了，让安拉对他说了 Lambaik， 你并没有响应我的号召，你并没有来。那个人明明的已经到天房去了，但是安拉苏巴哈努带了，对，为什么说你并没有来呢？因为安拉苏巴哈努跟我们讲明了他没有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说你吃的食物是 haram， 买 tamk haram， 说买 sharabk haram， 你喝的也是 haram， 非法的饮料，说 libasuk haram， 你的衣服穿的全都是 haram， 马日也都卡 haram， 说你的一切营养所滋生的整个身体的一切每一个细胞血液里边流入的全都是 haram， 非法的。所以造物主安拉怎么会接受你非法所滋生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呢？对，这个人虽然千里迢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路费旅费，然后经历了很多的考验磨难，历尽千险来到了天房跟前去朝觐这个天房，然而伟大的真主却没有接受他所做的这一切，所没有给他所应得的那种我们说一个朝觐者应得的回报，就是因为他吃喝穿用皆来自于非法的途径，所以导致了他的一些善功、功修、工作无效作废了。很遗憾。就好像赵老师所说的，作为一个学子，我们的重心或者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在吃喝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所说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但一个人吃饱了之后，他就知道休息，或者就知道想其他的一些东西，打不起精神了。他不可能在打起精神来再去学习。那么这同样也是我们现在身边很多学子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像我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基本上都是一些年长的穆斯林兄弟姐妹，那么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马老师，因为马老师是在校老师，他所面对的或者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学子很多，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身边的学子或者你们学校的学子，他们对饮食方面是不是经常的浪费？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外面上学，比如说在国外留学啊等等的，甚至在一些穆斯林国家留学，很多学子对于这个食物非常的浪费。那么我也想问一下马老师，你们学校的学生对于食物这一块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包括我们在处于在这个学生时代啊，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现在的这个学生，因为他有自己的这个思想，或者他在家里面这种娇生惯养，也就是外面的这个生活，要他喜欢了，他就会去适应；他不喜欢了，那么他就会极力的一种反对，是吧？就逃避。对，甚至逃避，或者有些时候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不管是打多也好打少也好，我不管他是能吃得下或吃不下，吃吃看，吃不下的料到哪。所以说这个学生的内在的品质的这种培养，就是从方方面面从每一个细节上去注意，即便是吃饭这样一个我们说每个人每天必不可少的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个过程都要注意个人的这种品质的培养，不要浪费，吃饭了自己吃多少打多少，那么的吃的用的你要用合法的方式去获得，当然了学生可以向家长去索取，那么你可以向家长索取，但是你不能去偷窃别人的，你不能去采用其他的非法的手段获取这些钱财，获取这些给养，是这样。所以合法的食物方面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的圣门弟子四大哈里发之一阿布巴克的孙蒂格，他的对我的老婆能会越安拉喜悦他，那个是我们的表率。比如说哈，那个有一天他斋戒，那个这个故事的话加以附晓，
有一天他斋戒，然后每天晚上的食物的话都是家里边的一位奴隶给他带回来的，从市场上。所以那天斋戒开斋的时候的话，他每天都要问那个奴隶食物来自于何地，经过自己的询问已经放心了，他才会拾取艾布巴克的神地格。所以那天的话因为忘记了，然后就把食物吃进了两口，让他突然间想起，哎，那个某某人，今天你给我吃的食物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的？然后他的奴隶说，哎呀，这个主人艾布巴克的孙弟，我的食物的话今天是我出去赚取，但是没机会找到那个赚取食物赚取钱财的这样的一个机遇，然后我只有用一个邪术这样的一个法术，然后呢哈那个给别人表演了，然后呢哈那个赚取了这样的一种钱财，给你买了食物。因为我们伊斯兰教清楚这个邪术，这个邪术的话，开黑奴那个邪术家他是属于安拉或安拉的时代所诅咒的，是一个非法的一个行业。艾布巴克的孙弟哥一听的话，马上把手勾到这个抠到自己的嘴里边，然后拼命的哈那个吐这个肚子里边的食物。大家都知道，经过从早到晚的一种饥饿，那这个整个肚子里边的话已经是没有半点的食物了。那一旦食物进去的话，很容易吸收。但即便如此，所以有人说艾布巴克的孙弟哥，你是无知的哈，那个把它吃下去的。那你怎么能吐得出啊？这样他到即便我把 我的生命失去，就因为这样的一口食物的话，把我的生命失去的话，我要把它吐出。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伊斯兰教的这一些前辈、一些先辈们的一种清廉计较。是，所以学生所应当具有这样一种品质，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啊！祈求伟大真主赐名每一个为安拉的喜悦而寻求知识的。两世即庆，两世的成功。好，时间关系，我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见。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